那这样套在这个外面。拿两块板套在这个外面。拿这个两块板。这个两块板。然后推进去。先推进去啊，推进去之后，它这个螺丝孔的螺丝孔归螺丝孔，这个把它拧住就好了。哦，就是第一步是先把它们推进去，最后再连那些线。对，那。哦，先把这边两个。那这个螺丝孔的呢？螺丝孔，三个螺丝孔，四个。哦，四个螺丝孔。好的。用这个，拿这个螺丝，到时候我叫它配一点，这个拧上去，加个垫片啊。哦。两边的一样。那拧在这个上面。好。拧进去了。哦。把它拧紧啊，那这样拧紧，哦，四个 OK 等一下我照。